说清楚，这不是我认识的你。这就是我。孩子刘春山的人是我，简在电台的主意也是我出的，我还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儿，你他妈杀了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！你告诉我，因为嫉妒，因为仇恨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嫉妒任何人，可你们偏偏就是有令我嫉妒的东西，你们有令人嫉妒的友情。 你们有一辈子我想得到得不到的爱情，总是为了纯子。对，为什么你们可以想爱就爱，想恨就恨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啊？那你也不能背叛民族，背叛国家，你当汉奸，是你们先背叛我的。 你啊！你是杀了这个王八蛋，把金王八蛋放走！你就不行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让他看他死在我面前。走走啊，走啊！当时小日本的车哈，离我的车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哎，我看掌柜都震惊了，我哟，盯不住了，我都抄家伙了。你开车抄什么家伙？那我这车我可以抄家伙，我往这边一拐，哎，他跑那边来了。好了，开门。肯定是路亚那干扰器，决定性的作用。啊，喂，还没回来呢。哎哎，掌柜的，你看，哎，这干活的回来了，这帮忙的没回来。才哥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，根本没有什么无线电干扰器。我和大鹏将在发报前。 袭击日本特务机关的电讯室，在我回到上海的这段日子里，有那么多的同志为了保护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唯一能够说服我自己让我暂时心安的理由是，我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，我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我只是我自己，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牺牲了。放心，计划很周密。 不会出问题的，我没麻烦了。怎么了？路亚他们去哪什么特务机关了？哎哎，快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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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我们分头走。
封锁租界各个路口，他们有人受伤。哎，，行动！哎，坚持住！哎，没办法了，进去躲一下，快！ 杰森，上车！来，快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受伤了。赶紧送医院！不行，现在全城的特务都已经出动了，他们张开了炮，就等着我们去医院。杰森，现在只能去备用地点，是库门八号。我已经请了医生，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好，赶紧去。 是，小华，快纱布，纱布。 上上上，快马上手术！老赵，人造龙容易引起感染，请大家先回避一下。小华，准备手术。是。怎么了？我要见田中大佐，我是他女儿。小姐，我们这里刚刚收到袭击，正处于紧急状态。没错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想知道我父亲有没有危险。 我要救护车，川子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现在很危险。我在广播里听说特务机关楼被炸，我爸爸怎么样？爆炸的时候，大佐阁下没在机关里，他很安全。
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我要见我父亲。楚楚小姐，这种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大佐阿克亚根本就没有时间见你，救护车！快救护车！楚楚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头怎么了？ 我现在上海兵工署工作，今天被派来调查留下了弹壳，还有爆炸了残骸。不巧，一扇墙倒了，就这样。是谁干的？是他吗？他怎么样了？路亚他怎么样了？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死了？这不可能！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陈子，我们同学这么多年，你很了解我。我是不会骗你的，是路亚带人来的，他要杀你爸，结果还没有接近你爸，就被人包围了。情急之下，他就引爆了自己身上炸弹自尽了。你胡说，他不可能死，你胡说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陈子，是真的，我也很难过。 不要太难过了，还有我呢。医生，他伤得怎么样？他是被狩猎豹在后头碎片击中了腹部，伤势很严重。有多少碎片？有六片。我现在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他动手术，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好，走，快点，袁才。 秋章，他知道你们这次行动吗？不知道。嗯，子哥，今天非常感谢你救了我。王八蛋，我警告过你，说陆亚留在上海非常危险，我说过，你一定要把他送走。 但你就是不听，好了，现在他躺在里面等死。这是路亚的选择，他选择了这个信仰，就准备为这个信仰随时牺牲。现在还说什么狗屁信仰？他现在快死了，他是我的家人，是你害死他的，混蛋！别吵了，路亚快不行了。 如果不马上输血，他就没命了。我打车张去，来不及了。那是我的，是我的，不是，不是，大人可不能输血，是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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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不知道路亚是什么血型，抽谁的都没用。抽我的吧，我是阴性 O 型血，可以输给任何血型的人。只能这样了，大宝哥，你们跟我进来。来来来来。 你这回把他弄死的！李掌柜，你希望他活下来吗？我当然想让他活下来，那就请不要说话。小王，准备输血。是，来跟我来。忍着点啊，马上就好。马上就好。汽车一片了，大夫，这边还有几片，还剩下五片。小王，输血，输血。 休息，再高一点。
我说这件事儿是为了王福生、龙五虎、李四海，还有我的同学刘春生报仇。我相信，你说咋办咋就咋办。哎，大哥，没有啥担心，陆牙的计划好了，他枪都能找得出来，借点小事儿。 牺牲之前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危险。现在陆雅又是因为我的大意，你不能有这种想法，否则你会越陷越深，最后无法自拔，摆脱不了。如果陆雅只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是40回，俺不能原谅我自己。 你能听过来，陆雅也能。杰森，酋长一定要来这里才行。他要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我去找他。别动，坐下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去。陆雅现在的伤势这么严重，酋长是他的姐姐，他有这个权利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刚说完去，要好好休息，不要随便走动。陆阳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需要随时休息，他现在非常需要你，你必须留在这里，不能离开，行吗？行。好。杰森，一定要让酋长来这里，让我去找他吧。这事我来处理。 但你得处理好你的事。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啊？陆雅现在需要你。如果他出什么事，你不在他身边，你永远不会原谅你自己，酋长也不会原谅你。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他的。 小野君，这个人伤得不轻啊，还活不了多久了。他们这胆子也太大了，公然向我们大日本国民挑战。陆三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陆雅，陆雅炸了特别行动队的电讯室。 我和他在发报时找了个名，结果被他逮着了。这个人跟你手下留情了，少佐，您说这些血迹会不会是陆雅的？有这样的好事吗？也该我们幸运一回了吧？不管是谁，只要受伤就好，小野君。 封锁租界的所有医院，只要他进了医院，就等于进了阎王殿。哎。
这里有危险，不过我也得把剩下的大别都取出来。还要再取？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再取吗？我知道，刚才取出的这是最浅的一个，我还得更深入一点取出其他的。还有更棘手的是呢，他的腹部肿胀，血压下降，这说明有内出血，肯定是有块大别割破了他的血管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需要一台呼吸机。还有呢？ 还有连接呼吸机的管子和医师他的医用物品，特别是麻醉用品。如果这些东西全都有了，你是不是能救活他？如果有了这些，我能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 离这里最近的医院是盛天使医院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所有东西。老赵，麻烦你进来一下。老赵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你们这次动作太大了，把特务机关都给炸了。这就好像是狠狠地打了小鬼子一个耳光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刚才我的人送来了情报。 说现在日本人已经封锁了进出租界的所有道路，还派了大批的特务混入了租界。他们现在正在严查所有的医院，估计知道我们有人受伤了。那怎么着？就让路亚干挺着是吗？我去吧。我给你看张清单，顺便咱给俺画张接待地图。好，来不及画地图了，只有五里地，我去吧。杰森，我不想你去。 再出什么事，我没办法向酋长交代。我不用你负责，我说过，这事我来处理 ，OK？ 杰森，别啰嗦了。路亚是我的亲人，我会负责的，你们谁也别管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那你知道武夷层幺零四啥东西吗？我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以前受过伤，在战地医院帮过忙，我知道。行，一块儿去吧。 等等，大鹏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 小姐，早你。小婉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邱长杰，你必须马上跟我走一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吕哥让我来找你。路亚受伤了。他在哪儿？你别着急，目前我们还能够控制，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。 穿比猴子还精，如果他没准备，那才叫奇怪呢。大哥，你别去了，我去。说什么呢你？现在日本人有准备了，你这样去就是养你糊口。你干嘛？现在要对我发威是吧？你以为你谁啊你？长进了是吧？大哥，你想想嫂子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不能再玩命了。我去把东西抢过来，你在这等着。站住！ 告诉你，你给我留在这儿看着，如果我回来不见你人，我宰了你！大哥，大哥，回来。 干什么你？来人呐，干啥？去药房啊！外面那么多日本兵，你找死啊你！用完才带出来的人都死脑筋，先把敌人引开。
この病院は開始地点から一番近い病院です。 下降了，需要再输血。抽我的血？不行，我们这里没有条件做血型鉴定，不知道你是什么血型，不能用。我的血应该没问题，我是他的亲姐姐。抽我的。血型是根据父母血型基因型来决定的，同父同母生出的孩子，血型不一定会一致。现在只有用阴性 O 型血最安全了。医生，不用多想了，抽我的吧。不行，他抽的太多了，不能再抽他的了，不能。 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啊，没有就动手吧。小婉，这是命令，快，小婉。
多给我一个人走，一个走。嘿，少佐，里边已经叫上火了。要紧，叫上火好，叫上火一个都跑不了了。通知特高科的人只能进，不能出，把大院封死。 出了意外，是他把你救了，太好了。谢谢大夫。陆阳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疼，特别疼。知道，我知道，姐姐知道。姐，你真应该亲眼看看。 什么？我把特务机关炸了，日本的特务机关，我给咱爸妈报仇了。爹爹知道你是好样的，姐姐知道。陆阳，怎么了？他这是失血太多了，眼睛出口径了。
你现在怎么能让他停止下来吗？自己自己挺过去。诺亚，你别吓姐姐。诺亚，啊！为什么？查他胆道供血不足，血压太低了。 需要再输一次血，我去找旅长和舒先。我快去！老赵，老赵，你能不能帮忙找一下上海组织里的其他的同志，让他们帮忙找那些血型一样给陆牙输点血？团长不能再这么输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他就完了。说的对，我这就去。陆牙。 还没死，男人那么容易死啊？怎么了？受伤了？马三，别玩笑。等等等等，让我想想。我想个办法。赶紧急呢！上。如果他们再不回来，我们就得做个决定了。什么决定？在没有呼吸机的情况下，要不要给他动手术？ 可是你说过，这根本就行不通。是的，这的确不大可能。可我们不能再多等了，否则他就没命了。张总，里面着火了，所有人都往出冲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阿哥，把大门关死，一个个检查。 把大门封死，一个个检查！把大门封死，一个个检查！我的脚，走！哎呀，我的脚！脚怎么了？磕到骨折了。能走吗？走不了。来，我扶你。你这样，你先把包。 带过去交给教室，小时一夜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。那走不了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想把他交给小时一，你在这等我。我一会儿回来接你，小心点。大哥，听我说，先把东西藏好，然后把枪给我。想什么呀，大哥？把枪给我。 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当时学的速度比我们补充的还要快，而且腹腔积水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如果我们再等下去的话，他肯定就没命了。我必须知道，你们是否同意我现在就为他做手术？你们必须做出选择。选择？对，选择。你们必须告诉我怎么做。
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 站起来，中华，从努力中，你站起来，胜利在召唤，现在是战斗的时候。